谢谢老板。嗯？不够。啊？不够。吝啬鬼！你看，拿个五毛钱来哄鬼，我才不会被你骗。没有个千儿八百的，我是不会干活的。加加加！滚！你被开除了。太少了，还是不够。我倒是不用千儿八百的，你只需要给个十几块钱就可以了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好吧，谢谢老板。侯曼贵，仙日贵，萧启贵，仙日贵，我要分国分国。在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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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也被开除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还要在家。滚！你也被开除了。老实人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啊，最后转一个眼睛吧。